我们看 HT 啊，它将五个数写成三个正整数之和的方法如下哈，啊，什么五的话等于一加一加三哈，啊，重点是后面啊，后面是说哈，现在将九个数哈，将这九这个数了哈，将九这个数的话写成三个正整数之和，有几种方法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哈，把九的话写个什么？写成三个正整数的，这三个正整数我假设是 x 跟 y 啊跟 z 的，那这加起来要等于九嘛？啊，现在这个是正整数，也就是说它是 x y z 的哈，这个都要大于等于一啊，等于是求这个方程式的正整数的解。那正整数的解哈，我们哈就把它变换变数。我就令哈这 S prime 的话哈是等于 X 减一嘛 ，Y prime 呢是等于 Y 减一 ，Z prime 呢是等于 Z 减一啊。好，那也就是说我这边哈都减一嘛，那这边要减三，就变成多少 ？X prime 加 Y prime 加 Z prime 哈，等于多少？等于六。那等于六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解这个方程式啊，求什么？求恢复整数的解。哦，恢复整数的解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啦，这个是重复组合嘛，哦，它的那个个数哦，就是 h 多少呢？三取六，所以 c 三加六减一啊取六，所以 c 八取六就等于 c 八取二，哦，八乘七，二乘一，四七二十八，所以总共的话哈。应该有那个28种。